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那这一款叫做光系蟹羽，应该是念蟹吧。然后呢，目前来说我是看到广告下载的，然后呢，这个目前只有一个伺服器叫做欢愉岛。那这个影片呢没有办法上传到 B 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角色真的是太香了，而且有点像是命运之子那个样子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色，我才刚登录，我们点这个角色，你看，这样子，他这个动起来，动作是非常的，怎么讲呢？这个动作是非常的流畅，然后人物的这个刻画，还有哇，你看这个弹性，短一这样子，女生的角色画起来，这个画风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啊！你看这个赛西，哇，好精致哦，这个样子，随便看几个女生，雪莉，克里斯塔，凯西，凯茜，赫拉。莉亚，哇，这个是大姐姐属性哦。艾琳，艾尔尼恩，诺拉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祖尔吗？茉莉，男生不要管他了，这个是黎莫，萨克，这也是五星的，朗姆兄弟，所以这应该是日本的游戏吧，这样子。那它是这个体力制，体力制的话我自己是不大喜欢的，因为你就会觉得是说我这个体力没有花完很累哦。不过呢，它也有一些这个扫荡的这个功能哦。那重点是呢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点召唤哦，我才一开始玩大概不到几分钟后，然后跳过一些这个基本的剧情，马上就有这个十连召唤后，然后可以任选一次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大概是有几只固定的这个角色后，卡池祥镜这个样子，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六星的这个叫解鱼者还是蟹鱼者啊？六星是2%，然后这是5%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拼六星的吧？那到底是谁好呢？赫拉。开启深渊之门，地狱潜降临，然后呢，这个贝拉朵纳，然后不会影响兵线，登场的时候呢，会传送到生命比例最低的敌方的这个阵营，这个真的是不知道，我们随便玩一下。凯茜，这个是属于坦克吧，他会嘲讽，好像不错，莉亚，巨大龙卷风，我觉得有一个不错的，有一个坦克不错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就是十连召唤，哇，只有一个五星哦。你看，它可以让你选择哦。你看我到目前我都没有抽到六星，运气不是很好。这个啦，这个有抽到三只五星啦。然后这是两只五星，这边有，有哎，第三只召唤我有召唤到六星哎。那就继续召唤吧。我已经召唤七次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召唤的动画哦。是窗户会发光哦，这个样子。刚看到好像是两个金色的吧，那个角色出来后都会有一个这个动画，是两只五星的角色啊。こんにちは。这应该是六星的吧，凯茜哦，两个，一个凯茜一个男生。六星的吧，六星的吧。抱歉，不是哦。五星。好，再来，我要选择结果了。这个是六星的配一个男生，这五星的，这是三个五星的，三个五星有点想要。然后这是两个五星，我觉得可以刷，应该是可以刷手抽吧。好了，就这个啦，这应该是最好的吧，一个六星，两个五星，就这个啦。白，然后呢？这个是谁？你看，三四星的角色都有一个专属的这个动画，而且真的是做的很精致哦。五星的哈，感觉上每一只都是主角啊！哇，你看这个才四星而已哈。Explosion 下，四星的，三星的，来了哈。六星的凯茜，这个是茄莉卡，推荐信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然后呢，冰炫战歌，蟹羽召唤，这个六星五星好乱了、
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哇，满的这个惊叹号哦，这个申请列表啊，全部接受，新增好友蛮方便的哈，全部申请这个样子，哥哥母汤，好，活动哈，哇，这个活动好多哦，490块，新人补给170，好，激励计划，命定之旅哦，零下，好，这个斋兽魅影前往挑战，每日祈福。好，什么东西啊？签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战斗的方式哦。哎，我应该是选择六星的角色吧？啊，在这个地方升级吗？与之书一行哦，14级解锁。然后这个也有好感度哦，送礼哦，故事哦，这个也有羁绊。哎，日式游戏最喜欢搞这个东西了。哎，等，这边可以升级，应该要吃个东西吧？点击经验药这个东西是不是？这样子吗？点，吃完了，再点。我们先给它升到20级好了。又是升阶的道具哈，都是这个样子哈，升阶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升哦，这个也是5星的哈。龙囚龙之歌。啊，不能逃！你看那个声音哈，选择那个声音哈，很好听哎。好，再来，协力卡，哎呦，不错，大姐姐属性我喜欢哦。好，升级，有没有叮叮叮叮叮的？好，这样子，好了，有这三只了哈，我们就直接开始战斗。哎，组队是什么东西？组队哈。队伍一，好，这个，这样子。好。不对，我应该选择，这样子啊。4星的。Lucy。你为什么跑到前面去了？不是照顺序哦。好了，自动组队了。好了，就这个样子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冒险哈，来打打看哦。好，一只二，点哪边啊？画面太华丽了哈，这个样子。好，一关一关挑战哈，体力制的，小兵兵传奇。好，战斗是这个样子哈，我现在属于加速这个样子，然后呢，你可以设定哈，然后登场即动画，我们首次登场就好了哈，这样子，看一个动画吧。然后我等一下，敌人出来了哈，我们要叫出这个算是妹子来，然后我们是左方的这个主帅哈，不能死，哎，开始喽，哦，这是直线的，站在这个地方，啊，我死掉了，哦，这是敌人哦，点，啊，这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个镜子可以帮助我吗？防御召唤。塞西利亚，好，范围控制，我在这个地方哈，我可以控制到他是不是？打到他了，这个是敌人吧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好，主角的大招满了，我们直接打 BOSS， 单体爆发，哦，这里，单体爆发，这样子。过关了哈，虽然还有一些搞不大清楚哈。好，这样子过关了，来吧，继续攻略哈。哦，3颗星哦，然后过关的话就可以扫荡哈，应该也是3颗星搞那个就可以扫荡。防御哈，先上一只防御的。哦，怎么马上就有人切过来？单体爆发，等一下哦，重型前卫这一个。6星的来了哈，20级，哦，不错哦，哦，这一个哦，骚你哦，它是直线的，刷，然后这是13点哦，这边正在集气，13点召唤来了，这个召唤要放哪边呢？这边好了，单体爆发，
好。哎哎哎，我的主角已经满了。好，过关了。好，这个样子。好，获胜了。哦，通关时间小于80秒，然后呢，我方被击败的这一个角色小于等于5。好。好，这是剧情。好，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就直接跳过了。市政大厅。好，我们拿了这个提灯的话，就是跟这个故事有关系哦。好，这个就直接跳过了哈。这个是新的地方，主线哦，前往这里，一之四快速切换，布鲁克村，哇，这个感觉可以玩的要素很多啊，哦，这什么东西？飞艇哈。好，就直接跳过去了。好 ，OK， 这个地方，这是探索哈，这什么啊？雷光耀图。哦，这是任务。好，你看这边也有这个探索的要素，这样子。哎呦，这什么？获得了耀星矿啊。然后我们顺着路走，所以它有剧情，然后也有这种手动。这边惊喜宝箱啊，解释解释什么叫惊喜啊？这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敌人吗？也不是。我们绕一绕，过不去。哎呦啊！我现在还没有获得斧头，这个有像炼金术士的成分吗？哎呦，这边有东西哦。哎，还有锤子哦，蛮有意思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这是什么样的任务？好，他会提示你哦，往左边。好，走过来，稻草人。啊，这什么？哦，敌人是不是？好，剧情战斗来了。好，那来，防御召唤。你怎么过来？你怎么过来了？等一下，保护一下。哇，糟糕！怎么全部都揍主角？不行，好、哦，六星的来。范围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。冰，好冰 ，OK。好，这个。单体爆发啊！来了，管他的，都释放出去了。好，这样子好、哦，主角正在累积这个能量，光速弥散。好，过关了。好，我又升级了。好，我们再继续走。这个布鲁克村东。哦，传送点启用，可以用地图便捷传送了。便捷传送，哦，挂机效率提升。好、哦，继续解任务。这里，哎呦，这边可以进去哦。村长住所，哦，我们可以翻箱倒柜吗？真的可以耶。不行啊、哦，罗伯特。这些都是有语音的哦。他那个在开始玩的时候，他还问你说你要不要下载完整的这个语音包，大概有1G 左右哦。紫色的剑哦，哦，传承的这个长剑，获得阅历20。好，我等级又莫名其妙提升了，拿一下耀星矿是什么东西啊？冒险之阵。好，战斗开始了，先叫出召唤好了。然后再来防御召唤，最喜欢打召唤物了。14来了，六星的不就来了吗？等一下，我的主角这招式已经满了，先来一发。
好，骚泥，单体爆发，哎，过关了。好，跳过剧情，哎，我又升级了哦，我还有骑乘哦，骑乘在这个地方，岩泉战溪 70% 移动速度，哇、哦，这个游戏的要素好多哦，哇，哦，真的是太多东西了哈。日式游戏就是怕很忙啦齁，怕你一天做完所有的事情，可能要花至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哦。哦，又有试炼。诶，自动齁、哦、果然是这个日式游戏齁、哦、日式游戏最喜欢搞这种齁、哦、礼拜一要打什么试炼啊，然后收集什么升级的这个材料啊之类的。逃跑过多战斗失败。敌人抵达这个地方他就逃跑。所以我们不能让敌人逃跑，所以我们要上了这个东西。我哦，要尽量把敌人清掉，是不是？啊！糟糕！你要逃跑了！哦，他怎么跑那么快？等一下，来！主角这样子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来了。凯茜，挡一下，不要让他逃跑。应该是多打几只，我们的资源会获得比较多吧。13点，召唤，哎，站在后面守一下。远程输出，哇，这么长哦，哇、哦，远程输出，哇，你看，哦，手势这个动画，哇，哎呦，看来这款游戏的话，远程输出应该不错哦。哎，过关了，哇，我没有击杀全部这个逃跑的盗贼，哎呀，看来我的这个技术还是不够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齁，还可以再抽奖吗？哇，这个任务哇，真的是超级多的。好，成就哇，试炼成长，收集见闻，召唤吧，召唤在什么地方？在这个地方。10次召唤是用这一个，必得4星以上的伙伴，冰炫战歌，雪莉，我当然是要选女生啦，对不对？本次6星的是2%，我要选哪一个？我选这个好了哈，这个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哦。来14召唤，哎、欸，有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是不是彩色啊？哦，抱歉，这个只是普通的角色。哎呦，啊，我刚刚说了，啊，莉亚，太棒了哈。好、哦，我又获得推荐信了。2只5星哦，哇，赞，吼、哦，哦，赶快来看一下，我抽到谁了？角色，我刚刚抽到了莉亚，哦，这是角色。哇，好棒哦，多段伤害，哦，龙卷风，赞，哦，然后再来莉亚，我刚刚还获得了，哦，而且莉亚是6星哎，哇。运气也太好了吧！然后呢？哎，我记得我刚刚还有获得一个5星啊！啊，是这个哦，黎墨对不对？强控变羊，哎呦，哦，啊，所以我们就先玩到这个地方了哈、哦。我觉得这款游戏还蛮不错的哈、哦，就是玩到现在都还蛮舒服的。然后这个抽卡的几率好像也不错哈、哦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手的关系。好了，那影片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